Iris。我们九句英语成立于2014年，总部呢设在美丽而又植物茂盛的厦门。那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我们每天工作的九句大楼，一起跟我去看看吧。九句二层楼够强。这个是 UI 设计，这个小哥哥好像有点帅，回个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哇塞，电脑上都是看不懂的代码。OMG！She's been so careful.上课有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公众号留言找Momo哦。